传统唔那是传统，而且传统也会当创新哦。咱来看这歌戏，那专家先因为爵士音乐结合作伙，演变作是啥款嘞？导演刘亮演的创新的新戏《湘南岛》，就是用这款夏令戏的结合，先带观众朋友来去先看先赢。人讲交保，存心意。中国民调诗人马湘南因为会晓画图写诗，吸引真侪男子慕名来看。这是李清照苏宁剧团感伤动作派推出的新戏《湘南岛》。导演刘亮演以台湾歌戏做基础，配合京戏甲西洋 jazz 音乐。伊讲 jazz 甲歌戏拢有自由版，所以融合起来颠倒袂冲突，可以当展现出东西方的基本特色。在爵士乐的严谨当中，里头有一个松弛的东西，其实跟听戏跟。东方的戏曲非常像，看起来很严谨，但是里头事实上是有一种自由在里头的，也就是即兴的部分。歌戏演员陈武安讲，这回跟导演合作，上欢喜的就是有现场的演奏。不过因为是结合西洋的音乐，所以爱改变传统的歌戏腔，配合一挂和弦。确实是音乐跟演员会使做伙一个佚佗啦。我跟你讲一句，你跟我应一句。中午一挂爱听和弦，啊，唱咧。迄个甲和弦爱合的做伙的部分，所以伊有伊的难度伫咧。另外，英国演出正大青衣的李景峰，嘛因为《湘南岛》戏剧的风格改变演出方式，伊讲这个剧本予伊自在去表现，真侪身段拢是过去伫歌戏台顶无演过。迄个眼神、动作、甲伊肢体语言吼，那伊表达拢足活的，啊，然后足有神的，而且伫咧台顶表演吼，会感觉讲会当予我足随心所欲安尼。高公良文教基金会规划酷剧剧场，在月十九开始连续三个拜六礼拜，伫丹尼大楼市民厅，总共要搬三出戏。除了李清照苏宁剧团的湘南岛，阁有赵鑫花培的雷峰塔，甲刘冠雄工作室的舞蹈表演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